全年超190亿微博短视频播放量，超73亿话题阅读数，时刻保持青春正能量，尝试多领域发展。2017年 ，TFBOYS 用努力绽放更耀眼的光芒。2018爱奇艺尖叫之夜，音乐单元年度组合 TFBOYS。是的，恭喜 TFBOYS， 但是呢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所以三小时没有办法来到现场。但是他们录制的 VCR， 我们听听看他们说了什么。来 ，Hello， 大家，我们是 TFBOYS， 非常感谢爱奇艺尖叫之夜授予我们年度组合这样一个荣誉。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我们全都 get 到了。今后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回馈粉丝们的。很遗憾没有来到现场，但是也在这儿听到了各位的打 call 的声音。请大家继续关注2018爱奇艺尖叫之夜。我们在直播中呢还会有惊喜送给大家。 TFBOYS 已经5岁了，所以希望10岁的时候大家和我们都一起变成更棒的人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！加油！